喽，姐妹们，今天挑战吃九种不同口味的火鸡面啊，火鸡风味的面，老好吃了。看看每盘面只能两口吃完，能不能吃完？有点难度啊。这个是我最爱吃的火鸡面。面煮出来时间太长了，有点坨了，看看都成一个饼了。这个是炸酱面，酱香味十足。这个是这个放在后边吃吧，那个有点热，那个、是最后煮出来的。这个是辣白菜风味的。哎我去，太好吃了。看看，这个是豚骨汤面。这个是咸蛋黄火鸡面。真的是超级满足。这个是鬼椒面，奶油火鸡面。